二十幾歲，唔係因為真係我都比較算係一個老派歌手嚟，18歲啊，哦咁你一定唔識我噶啦。但係我希望你會聽完我今晚呢啲歌，你翻去即係一個 music 聽下，因為我都中意聽啲舊歌嘅，即係我聽80年代、70年代嘅歌，所以你都可以聽下我嘅年代啲歌。咩啊 ？Call 啊！但是呢太高音了，我去不到高音來的。不是今晚揀了一首，其實呢我有想過的，即是來到紅館，因為我很久沒有在紅館唱歌，2019年了上一次，所以我很想今晚是一個很好的 memory 給大家，當然但最重要是給自己。所以我揀了一首是即是 for 紅館，即是 for大合唱，即一齊喐嘅歌，我揀咗首 ，So let's go。為了愛我真受夠傷，但有過愛的分享。每次打败仗，我哭得像没有破坏的伎俩，有几好亦自量，不去用怒想